这四个字是那个我发行的那个 EP 的名称。但是呢，我怀疑，就我刚刚唱错很多。觉得我刚刚是不是你没有认真听吗？因为其实如果没有乐团的话，其实真的蛮容易弹错，因为就一直这样 loop， 然后我刚刚怀疑我好像第一段跟第二段都是唱一样的词，是吗？好，那好，我先继续下去，因为我之前常常在演出的中间就崩溃，然后就搞一堆篓子出来这样子，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下去。那好，那我看一下，我等一下可不可以就是唱一首新歌给你听，这样。那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做 CD 吗？就 CD 就不会弹错，不会唱错，所以。就等一下，那边有 CD， 可以去听那个真正正确的，百分之百正确，不然就不用听 live 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段是我表定 talking， 所以我可以决定我想做的事情。在七月到八月中间那段巡回的时候，我因为要做专场，所以我唱了很多 cover 的歌。那因为今天的时间比较短，所以我全部都唱自己的歌。对我来说是开心的，那歌是沉重的。但是我还是觉得能唱自己的歌是一件很自由或者很快乐的事情，因为我的歌的内容有一些其实不是那么的讲一些那么漂亮的事情，就是我觉得很幸运，就是我可以在这边唱，比如说像我常唱的第一首歌的那种内容，然后你们也可以听，然后不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对，我觉得这很值得，我们去保护这样子。下面这首歌叫《公益》，献给努力工作的大家这样子。